是我们的期待。我是陈梅娟，很高兴我们终于期待已久的黄色小鸭来到高雄，我想这是我们市府跟议会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期待大家，那欢迎大家来我们高雄看我们最可爱的黄色小鸭，耶！可以留下一个美丽的回忆，那也让黄色小鸭啊，让你回想一下快乐的童年。那我想这个过程里面呢，让每一个人从心里面啊，都重新燃起啊，对自己的一个这个期待。那我想这个黄色小鸭啊，这样子一个幸福快乐的氛围，从高雄港散布出去，让全台湾都沉浸在快乐幸福的氛围中。欢迎大家，谢谢大家来到高雄。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欢迎大家来高雄看黄色小鸭。超大喽！哦，很高兴。哦，对，很高兴。哦，你喜欢他是什么？霍夫曼的签名。哇，最幸运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幸运。要把它收起来啊！啊，对。啊。来讲一下。好啊，好啊。啊。跟他一起游泳好不好？啊。好啊。很可爱。OK。好。好，哎，站在看到人啊。有没有高兴？你有没有开心？你不要说有，有。看到那个够不够大？没有好大，有大，有大哦，比你还大，对不对？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。想摸就摸它一下。好啊。我想对不对？中华一哈，这个黄色小鸭来到我们高雄市，哎，今天细汉咧唱歌，他都爱小朋友哈。这呱呱臭小鸭，臭小鸭，大家拢爱回复一种臭小鸭小朋友的心态啊，大家拢真欢喜啊，这是阮高雄的快乐，阮高雄的欢喜。啊，大家吼，咱全国的民众吼，有时间吼，尤其即马中秋节，来阮高雄吼赏月亮、游爱河、看小鸭，吼啊，好，阮看高雄的小鸭，当带给全国的好朋友很多的欢乐，欢迎大家一起来。看到小鸭很开心啊，对啊。我妹妹帮我准备的，在这边，我弟弟妹妹耶，我是高雄人，我爱高雄，请大家来高雄看小鸭耶。